行不行，老弟呀，真不行，这我不好意思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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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坚决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行，明天我得去买去，我得给送回去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老弟，这坚决不行，我这是，那我吃不了，我明天再来买，这，不行，我明天再来买。小的卖不卖不了多少钱？谢谢，那当地的老弟非要送我三个哈密瓜，我都买完了，看3块钱一个。5块钱两个，我拿不了那么多，我就买了一个。他非要送我仨。过来两把吧。那是啊。也太冷了，我都穿绒衣了。我买了两个大麻花子，南瓜子，两个花了3.7，麻花可好吃了。能啊。哎呦，累坏了啊！来，来给我吧。你早回来了啊？这买啥呀？这是？这是哈密瓜的秧子，1块钱一斤。这个包饺子好吃啊！今天咱包饺子吃。为啥包饺子？冬至。冬至不过去了吗？没忘。过去了，我忘了。补一下子呗。对，别醉了，人杀一杀。家里那个好使的那个。再去这个，我忘拿了哈。来点香油，咱们打湿了用，这个不沾油的小哈，真的特别好用。咱们就给他抹一下就行，不用洗一下。我们这个大勺也是，我也没买刷大勺的东西。昨天还得有冬毛子就闹了，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头发，它就是木质纤维的，吸油不沾油，不是植物油啊。植物油咱们用凉水和热水泡都行。家里要是冻油的话，记住了一定要用热水啊，冻的不可以用凉水。然后我们避免断干，因为拧油影响使用寿命。这是木质纤维，看看是不是干净了。没有照料，没点干。吃饭吧，吃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忙忙活活还吃点饺子。嗯。哎，这饺子带劲呢。天冷，喝这碗热的椰汁儿，好喝。嗯。哎，可香了。嗯。咸蛋咋样？好吃。它这可鲜亮了，我觉得。嗯。嗯，我还是胃好了，又燥火了。嗯，鲜亮哈。哎，今天早上真冷。嗯。嗯，今天听说现在就是海南的最冷的时候。过两天能缓缓。嗯。海口比这冷多了。海口都穿羽绒服了，有风。今天不光是冷，还有风。嗯，说海口为啥这样不冷？是有五指山给挡住了。嗯，过两天五指山溜溜。嗯，也不知道离这远不远。也不远。今早上有溜达的。嗯。这是打开灯箱的，跟我比我小一岁。嗯。就数呗，退了，退休了，玩，哎呀，可潇洒了，嗯，哎呀，
正这个年龄就这样，有的人就是可以躺平了，退休了，没啥事儿了，生活富裕。有的像，你像我旁边那个开车在这边卖货的，连房子没租，天天在车里头住，那多遭罪呀！然后洗澡也洗不了，他得在那个那边有公共厕所嘛，在那边接水，也挺不容易，天天造的，没白天没黑天，年龄跟男的差不多。嗯，真的。也都是没开始呢，自由职业者。啊，那这两天那么热，他们不洗澡咋整啊？不难说啊。那不有那个公共浴池吗？上那洗呗。花钱洗。嗯。旁边那个卖那花椒面的还说呢，说，嗯，哎，在那里住还行，要是在大道那么做饭吃饭，乌乌泱泱的，他说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他们就那么做呀、啊？嗯。有小炉子，直接就做了。你都会挣着钱。嗯。好多人还羡慕房车做生意呢。嗯。那毕竟不是家。主要他不是那不真不是真正的房车呀。真正房车它里面有厕所有洗澡的，那都是改装的，车小，那只能是住个人住睡觉。您真正的房车有厕所能洗澡，空间还大。我旁边卖花椒面那个，嗯，好像跟他年龄差不多。嗯，那天他跟我说孩子上大学，嗯，再熬两年孩子毕业就好了。对，孩子学的还是音乐。当时他说：“嗯、我说你学这玩意儿干啥？将来咋整呢？”他说：“孩子愿意学，我也没找。”像咱们这样爬坡的，孩子都二十多岁了，嗯，自己还在上保险。对，孩子一个月生活费最少2000多。也有躺平的，嗯，命好的。条件好，嗯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嗯，能吃上饭，身体健康比啥都强。嗯，对。我看你感冒好像还没好利索。好利索了。啊，吃完饭咱歇会儿，咱俩又开始出发了。